只是看我，好累，好吵啊！你们可以出去了，现在出去，两个，要小心，好。Testing 1, 2, 3. 其实今天本来我不是这样子出场的，昨天我很正常的拍那个影片的时候，然后我去 zoom 我的 camera， 然后我 camera 就 out focus。 Hi recording， 它的 quality 是非常的不好，不好到我都想打我自己，真的浪费了半个小时去拍那影片，然后到最后是这个效果，哈哈哈哈。所以呢，等下我就要补习了，然后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然后我要等我头发干，然后我要用吹风机，可是我要拍这支影片，没有在 record， 没有在 record， 我就打我自己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要跟你们讲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OK， 所以呢，昨天不是昨天，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天，一开始是我直接讲还要拍一支影片，然后我就心想。什么影片？然后就跟我讲他要拍一支吃盲选食物的影片。OK， 我直接指挥啊。你好，我很累了，我还要叫我一起拍片。我直接从来没有要求过我拍影片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奇。其实他就要回去了，而且他给我一个临走前的礼物。没有，这是第一支影片怎么样？第一支影片怎么样？不是啊，这不是第一支，完全你没有头绪，你完全没有企划的 video， 是我全权控制。哦，对。同时，我也觉得这主题很烂，我就心想，为什么会有人想出这么烂的主题？到底谁要看这支影片？当天是星期五，我记得，然后呢，我就赶着要剪片，可是我看到还要我拍影片，他半夜就要回香港了。哦，好，很痒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来，OK， 那就拍吧。啊，我废话不多说，快点啦，废话，我哪次才进来咯。然后还有我的表弟和表妹 ，of course。我最亲爱的亲戚，我猜飘我猜，你没说有鬼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还是这个美女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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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很愉快的拍影片，呜呼啊，我天哪，要吃不吃啊，不想要耶。 Anyways， 反正就是 Oh my god， 这个东西哦，好热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好，然后你知道星期五晚上已经很累了，然后很想要睡觉 ，but 又不可以睡觉，因为有一个人要跟你一起拍影片，而且要拍这样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没有人会看的影片。要拍，好好看，很闲哎，很闲啊。哦，有水吗？有水，我没有水，你接我呀。我要吃了两包盐酱。我去拿水来吧。OK， 我去拿水，我去拿。然后还有一堆两个你最爱的亲戚，你最爱的亲戚就在那边。所以呢？闭嘴！你有妈妈！我救你！我救你！我就是很想要骂人，而且当天的时候，就是我要剪的那个影片，他突然间跟我讲什么太大 GB 还是什么，然后放不完那个影片，就很生气。然后要我吃那种垃圾食物，像那种辣椒啊，什么 wasabi 啊，yogurt 啊， yogurt 是我最讨厌的食物 ，by the way， 虽然没有人在乎吧。来，然后呢，我就发脾气。对，干妹，他们两个出去。You go out。真的不要吵，真的是很吵。OK， 快点，要猜的是什么？好咸哦，那个是不是那个牛排的酱？好咸哦，它是一种水豆腐，有是盐呐、啊，我哈哈哈哈哈哈，盐的味精，对，骂他们，然后他们越骂越吵 ，like I don't know why， 我只是好吵啊，你们可以出去了，现在 OK。出去，两个，两个，喂 ，Jackson， 我不是不熟，我不是牙签来整份东西，对啊，开头啦，红旗麦粉，谁会吃不熟的东西？我那一碗，你来我们一起跳舞，没有人会吃那么
奇怪了，你们上蛋会到什么味道？这我不要喝，但是很像呕哎、欸，我不要吃。如果突然间听到呼吸声在我隔壁，好吃，我傻逼啦！耶，太赞了！对，我听到我隔壁有呼吸声，谁在呼吸？我在呼吸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出去了，现在最牛是不能，你要谁就有鸡脚，现在我命，快到我。其实我看完那影片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开始唱生日歌了，可是那时候我是真的没有听到生日歌。继续啊，继续。好了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谢谢。香蕉，香蕉，这是香蕉哦。雪糕，类似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我挂了一点点出来。有一个很热的东西在我隔壁，看镜头一点点，香蕉巧克力。然后他讲可以开眼罩，然后我就一开，就有一堆人在我前面。好啦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你知道当你开眼罩的那一刻你眼睛是蒙蒙的，就觉得很像一场梦这样。Oh my god！ 阿姨你要先来，我刚才在骂人，我刚才在骂人，是啊，你先骂我们，我们啊，好，你骂别人了。所以他们就很愉快的帮我庆祝了我的生日，在我直接还没有飞回香港之前。最开心的当然是收到礼物，啊不然呢？那礼物给他先。生日礼物，什么样子啊？我们都很支持你做 YouTube， 所以我们就买一个，买一个麦给你。哦，呀，我们也是啊，终于可以收身。Oh my god！ 收身，收身。Oh my god！ 菲菲还有姐姐，要再录啊 ！Oh my god！ 整个 video 都是 prank 你的，其实，对，我们还帮你拍一个影片，你喜欢，其实你刚刚在上面 protesting 的时候，他们全都在外面等呢，你都在消失，知道吗？我叫他们什么？你什么都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请你参选？耶！哇！咦哈！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我们也是哦。阿姨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又可以不要吵到人，又可以收声，现在。接声。太刺激了，没有人要说。不要，我怕人家找我拍照。弟弟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有保安吗？没有，谢谢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就要唱一首歌给我最亲爱的亲戚们，还有我的观众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在下面 wish 我什么生日快乐啊之类的，所以 Selena 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。什么歌词啊？咿哈！谢谢你们，爱我的每个人，在我的人生最像一场噩梦的旅程，陪我挣脱，勇敢的去醒来，当我的护卫为我投稿，心灵更强韧。为了爱重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Bye. Bye, bitch. 现在我就要开箱我收到的礼物。首先呢，我收到这个，其实我是看到东西的，大家不要太误会，只是因为我的眼睛发炎了。Anyways， 谢谢嘉伟，就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礼物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是我的婆婆送给我的礼物，就是红包。这就是我的，也是我的朋友。OK， 全部是我送的。嘉轩，谢谢嘉轩，这就是 KitKat。OK， 我不喜欢吃 KitKat， 因为太甜了。还有一封信，其实看不太到，就是看到一点点。然后 sticker， 然后呢，
就有我亲爱的 Martin、hey! 就是我朋友一个 gang 这样。 OK， 这是我同桌送的， Thank you 佳琪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全部礼物里面最实用的，这个呢也是他送我的，应该是我的头像吧。这个你们可以 follow 他的 Instagram， 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帮你 shout out？ 哒哒，因为他们在玩小 Bears， 还有这个有一个衣服我拿去洗啊，他们还有送我一个吊带裙这样的东西。他们送我的照片 ，OK， 只能看一秒，因为很多丑照在里面。还有一张卡是也是我的 gang 送的，所以我知道我现在看起来很不认真，可是其实我是很认真在讲，所以我真的是很谢谢你们啊，所以。不是一面。